这里是看螺丝，看什么螺丝？就看定位的，看在不在中间。这个芯是要跟它平的，还是要凸出来一点？露出来。哦。大小不一样啊，就大小不一样，但是它的基本上构造都一样。对，反正他要做啥样就给他做啥样了。他以前做的还有那种方形的盘子，底下带那种花纹的也挺好看，还有圆的。你在笑？我感觉这个碗，你的拍摄流速还有声音呢。嗯，那没关系，反正他们也听不懂。
是个就是这个对对着一记好。好，你们记好了。好。他们标的那样才算最准是吧？啊，就是说它那个方向，它有个方向是合适的。气管。